欢迎回来。今年秋冬，五大潮流单品品牌结合水晶元素，创造低调奢华的牛仔时尚。摩登女王杨谨华也应邀走秀，并和大家分享对牛仔裤的喜爱。穿着黑绿灰斜纹的宽松上衣，搭配紧身牛仔裤，杨谨华应邀走秀，展现自然魅力。身为丹宁品牌代言人，杨谨华平时最爱的穿着也是牛仔裤。第一件牛仔裤从念书的时候一直开始，然后因为我一直来都非常喜欢牛仔裤，牛仔裤对我来讲就是百搭必搭，不管有时候休闲啊、正式场合，牛仔裤都可以穿出就是自己的味道。我自己个人收藏的牛仔裤就有快要50几条了，这么多。身为牛仔裤爱好者及收藏家，参加宴会时如何穿搭牛仔裤，杨谨华也有自己的一套心得。我会选择像这样的型的牛仔裤，然后小直筒的牛仔裤，然后让自己的身形看起来比较高挑。那如果你想要带一点性感的话，可以加一点点斜肩的衣服。今年秋冬，五大牛仔品牌不约而同结合水晶元素来做设计，展现亮眼的时尚风潮。新唐人亚太电视陈威瑶、李婷，台湾台北报道。